种细的东西我没有办法，我这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邀请你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身边的女生其实很少是看她的网，是非常透彻的那种。哦哟，所以大家都只是看前面知道他们谁是谁这样，或者甚至有人是没有看。那今天很开心 ，Sandy 来我们新家。就上次我去日本的时候，买一个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他现场剩下两个是金正，那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起来，我不想给别人买。然后我就想说买起来之后，因为我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我就把它送给他。没想到今天遇到了，你看，哇，你要送给我？对啊，好香哦，它真的是就是木头的感觉，对，而且它有金正在这里。你真的要送我？真的啊，我想说你第一次来我新家，哇。刚寄来，其实这个真的是蛮意外的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，他说他被气蛋，然后这是他在日本买的，他买了20颗航海王的奇趣蛋。奇趣蛋，奇趣蛋，奇趣蛋，对，奇趣蛋，对，奇趣蛋，大家要很清楚。对，像我们台湾不是有那种健达出奇蛋，出奇蛋，对，里面是包玩具，那里面是包航海王的东西，所以它外面也有巧克力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我一看到我就觉得一定要买，因为它里面是小公仔。哦，小的，它精致吗？因为有些小会做的很歪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它很歪，我就把它一起吃掉。没有，哎，这样子你可能会食物中毒哦。好，我先请前面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是还蛮精致的，给你看一下。它前面是鲁夫嘛，然后这边是你看到没？大奶奶，没有啦，这是我们蛇姬，对，女帝。然后它总共全部就是有16种角色。哎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包套了吧？没有，它不代表，因为。随机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去说秋元包我的英雄学院，然后它也是这一种，里面是小海报之类的，然后它是一整盒让你包，如果你包一整盒，你就可以保证都有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可是它就是它寄来的时候就不是散的，它就是包括它外盒一整盒寄来。可是我的这个不是，因为我是跟那个代购买的，所以它的好像是就是一个一个买，然后里面总共偷偷是有16种嘛。跟你讲，代购就是要赚钱，你下次要跟他说我想要一整套一整盒，没错。他是被气标啊，我卖他7票的，那他都算你便宜一点。没有，就一颗是80块台币啊，这个如果没有整套，你一定不爽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今天有一颗我送给我姐，那我们是剩19颗，对。然后我想说我们各开9颗，看谁重复率比较低。可以干嘛？有一种奖品吗？没什么奖品，就这个杯子啊。我这个看就准备好奖品。而且我等一下重点是我们巧克力还要吃完，因为我不能浪费食物。我真的可以吃不完放旁边，比如说把它融成，然后做其他巧克力的点心。哦，身体也会哦。不能浪费食物。我刚才想说，最输的就把全部巧克力都吃完。会死掉，不行啊！啊，不然输的人就巧克力干回家。没有，用巧克力可以做很多吃的东西啊。那因为会多一个出来嘛，那这个就先放，那我们就一人。拿9个，如果他真的是一整盒寄来的，我就要随四面八方拿，才能比较可能会拿到不一样的。可是因为他是代购，他已经有动过手脚了，所以就好可惜哦。你下次要包那种整套的，应该很爽。可是这种这样子你在开的时候也会有期待感啊。没有，他整套你也看不出来谁是谁啊。可是整套你就已经会有预先知道说哦，我全部都会有。他这种会有期待感，啊，怎么撞了？你知道这就是另外一个期待感，就是如果你喜欢索隆，如果有抽到两个索隆，啊，抽两个索隆好爽。也不知道之前是谁跟我说什么，只喜欢航海王或火影忍者那种，不是真的动漫。哦，是你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我，因为我觉得不管喜欢什么动漫，然后跟喜欢动漫的深浅，只要你喜欢，你是动漫，我是这么觉得。猎人，你知道吧？猎人。我最喜欢看的桥段是那个奇亚，就是他们有个地方是进那个塔，然后不是头好像像心脏那种，你知道讲哪里吗？我知道。对，那边我就觉得很帅，从那边我就一直爱着奇亚。我一开始就爱着奇亚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所以你全部里面你也是最喜欢奇亚？对。小杰主角光环又不见了。我动漫基本上不会喜欢主角。我也是，像火影忍者我喜欢佐助。我也喜欢 Sasuke。我喜欢佐助，这个歌音好吗？还不错，不错。好期待哦！那我们要怎么开？就是一个人开一个，还是一起开一个？一起开一个，因为刚好给他们大家看一下外观。打开看到一颗，它就是这样，就真的很像我们小时候。这个应该片色帮我特写，很随意的。对，好，还要这样子。美妆部落客。对，那我们来开看吧。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就是长这样，就真的很像我们最原始的那个健达出奇蛋，然后中间一个洞。把它剪掉。都是粉红色的盒子哦。对啊，盒子都是粉红色的哦。
怪。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只是鹰眼，然后前面是这样。其实我觉得以小公仔来说，它算是 OK 的耶。那你顺便看这个圣品，其实以小公仔来说是 OK，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精致度蛮够的，蛮够的，对吧？你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可以拼拼图。它是可以拼成海贼王的那个海贼旗的，它会再额外送这个，所以等于说你要买很多颗嘛。那我们现在速开第二颗，好，好难开哦，我拍出来了。你是谁？啊，像那个骗人布。哎、欸，我是乔巴。哇，都没重复哎、欸。哇，目前没重复，我再看看第三只会不会重复。好。哎、欸，我重复了。你重复的时候，鹰眼。对，没想到我到第三颗的时候就已经重复了，是鹰眼。然后森林还没开第三颗，因为他在装他的骗人布。森林好像不太擅长这种细节的东西、喔。哎、欸，我超级不擅长的，我是那种会把那东西弄坏的人。你看，骗人布大只哦。哦，骗人布很 OK 哦，骗人布很精致哎，你们看一下骗人布，哎、欸，这只很精致，而且它好大哦。对啊，它飞起来耶。乔巴还蛮可爱的，这个是它害羞的时候的表情。对，森林第三胎，我猜你也重复了啦。我跟你说，我朋友。我的愿望就是抽到主角就好了，蛇精。哎呦，不错哦。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有哪一些角色好了。它总共有16个角色，然后有一个是 S， 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总共是17个。可是它这个蛇精好像还不够大，是好像不太蛇。嗯，好，这是谁呢？哦，克洛达尔，用杀的那个。对，你知道克洛达尔在网上有一个传言。可是这个只是感觉是那个粉丝脑补，就他们找到很多线索，发现他可能其实是原本是女生，对，啊这么细哦、喔，去秀一下多罗朗跟蛇姬，先看蛇姬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蛇姬。蛇姬就是用爱心石化别人的那个招数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多弗朗明哥，也是他的招牌手势，这样，好。真的装很久，他的手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你没有装模型障碍症，原来是网上。真的是网上哎、欸，你确定没装错吗？没有，超怪的，而且哥哥打像吸毒哎、欸，你就很像。好，你说像就像。哎、欸，我是那个哎、欸，跟你一样，克拉克达尔。克洛克达尔。下一个什么？哦哟，重复了，就是骗人布。骗人布嘛，骗人布啊。我说错两个骗人布啊。对，你抽两个骗人布了。我目前只重复一个，就是鹰眼。你只重复一个？对，我重复一个，就是那个鹰眼。打开，哎、欸，我又重复了。谁？克洛克达尔。啊哈！原本想说我要输了，结果你又重复一个。对啊。啊，娜美！哇，你抽娜美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它的版本是不是旧？它是用最前面的吗？对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买旧版本的？我跟你讲，当你一个人对那个东西有爱，不论旧还是新的爱。好，你现在讲出明年就对了。对，明年。Okay、我剩最后倒数第二颗。太细了吧，娜美这个。我煮不起来，你看你煮。这种细的东西我没有办法，我这个人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像不一样哦。啊，对，有抽到了吧？来个鲁夫啊，来个索隆啊，刚好三个人气最高的都抽不到，这个我真的忍不住要，我会被那个挤啊，他会不会就是想要挤我的？啊，才刚说就来了，香吉士来了吗？对，给大家看看罗宾吧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他是用牵手嘛，让他的手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娜美，那棍子超级细一根的，看到吗？很废的对焦。香吉士哦，看的是就是他的踢腿，恶魔风脚。香吉士、OK， 完成度很高。克洛克达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好衰哦。我们现在两个都剩最后一颗了，我们现在差那个鲁夫、索隆、勃朗基、布鲁克，然后跟熊跟那个莫莉亚。好，我们就来。哦，怎么样？圣品啊！哎呦，你开几个圣品啊？三个。你对爱情有爱哎、欸？你重复几个？三个。三个都圣品吗？两个圣品，一个骗人布。哦天啊！哦，乔巴，我是不是跟你说那个？算了，我怕我被告，我不要再讲了。
啊，我们还有一颗，对不对？你开，你开。那我们两个平手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平手哎、欸。每个人要衰哎、欸。耶，谢谢巧克力。好吧，我们来猜最后一颗是谁，猜对了就赢。太难了吧？来猜，快点。就十六分之一，就运气天选嘛。索隆啊。我觉得鲁夫。好，来。熊、哦，算了，没重复就好。对，可是他竟然三大主角只出现一个，就是三吉士。而且他那个海贼旗很贱哦。对，我们还有海贼旗没听呢。不是，他那个海贼旗很贱，我刚刚看了，像蛇姬就蛇姬海贼团的海贼旗，所以等于说你要很多个蛇姬才能组成一面海贼旗。就是像你说的，就是像你说的。有些是送你这一根，你要抽十个香吉士，然后十个香吉士里面有这一根，然后有他所有的吉士的品。对，这个很硬哎、欸，这比氪金还要坑哎、欸。这个很坑啊，而且我现在看到目前，我更不知道怎么组哎、欸。因为我们没有重复啊，所以我不可能拼起来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尴尬，我们组不了一个棋。没搞懂，连鲁夫的都组不了。啊，那今天呢，这支影片呢，差不多这边。哎，没想到我们平手，而且很空虚哎、欸。对啊。崛起，偏偏一棋也组不成，对，一面棋也组不成。这个索隆跟那个娜美的差一块，天能库跟鲁夫的差两块，很硬哎、欸。剩下的重复，这个时候你这种氪金玩家还玩得起？好了，我觉得真的是好很棒的一个体验，你让我尝到很不甘心的感觉，我想要抽一番赏。就是大家去日本的时候不要买这个。好、啊，那喜欢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帮我订阅一下频道，也可以按赞、留言跟分享我们的这支影片。然后这边是 Sandy。哎、欸，你要送观众吗？好，没有，剩下有这个重复的会把它送给观众，可是这观众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就留言吧。送一个人好不好？因为让你抽啦，让你抽啦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好空虚哦、喔，我们的人生是空虚的，真的很空虚哎、欸。空虚吗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空虚海贼旗，跟每一只的近照。其实它如果是以80块来说，我觉得精致度是 OK 啦，对吧？可以啦，就是没有太歪。对。